小红书。成员依次出发，将自己队伍的君子放到格子中，
率先把四个军字连成线的队伍获胜。啊啊，像五子棋那样。对。我们两个队伍对决，采取三局两胜的方式，最终我们就根据三队的胜负关系来决定你们这个环节可以获得的临摹绘画的时间。好的，来吧，我们有请他们两个，他们两队先开始，第一名、第二名，我们第三名，我们最后。凭什么呀？我们第三名，我们最后。商量一下呀，什么战术吗？我们要挡他们吗？还是我们就自己先？得挡啊，肯定得挡啊。我第一个，我先放脚上，就条三条路出发嘛。可以可以，挡了就换路，挡了就换路呗。先放中间这四个。没有，要不就先放这俩，要不就先放这俩，因为中间这四个是可以竖着的，也可以横着，也可以对角线，也可以，就咱们的几率大。所以我真的这一刻非常明白。可以了，来吧，来吧，两队准备。黄队和白队第一局，加油，凯哥。先下一城，目前1-0领先。妈呀，好激烈呀、啊！班长，你们得拦他们。你应该放的第一个他就没戏了，你放的那个远的，你把那个位置留给他了。啊，我 get 到了。对，玩了一局了，你 get 到了。所以我真的这一刻非常明白，非常明白。我现在懂了这个规则了，我刚才其实没咋懂，我气死。三局两胜，第二局请两队就位。他马上就连上了，这个不是不比快，跑得快，比眼神儿啊，跑不动了，真的。不是，我想知道他们要跟谁比啊？跟你们赢了的，跟你们两队当中的一队比。哪一队啊？输的那队吧。必须赢，必须赢。全军绝对，第三局竞赛。过线，过线了！哎哎哎哎哎哎！范丞丞站在外边，你怎么不从这儿开始啊？你从这儿开始。小朋友都看见了，我没有。准备。
呀，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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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当局者迷，太坏了，学会了吗？咱别着急，咱就站那儿等着。等着他们怎么办？恭喜黄队在这一局的对决当中获胜。那接下来中队请出战。我们就等，慢慢等。来吧，中队和白队第一局，请准备。平衡木上一样，我要汇聚到第三棒，不，第三棒任务更重哈。你先，我第一棒，我第一棒，你先吧。啊，你先吧。中队白队第二局，请准备。走。脸扣框里了。
来就要进行的是棕队和黄队的对决，来吧。在游戏之前，大家喝点康师傅无糖茉莉绿茶，补充一下活力吧。这个康师傅茉莉绿茶真的很好喝，最重要的是真无糖，而且它是零糖、零代糖、零能量，很健康。你喝酒喝能别挡我镜头吗？我在你面前很久了，是吗？黄队和棕队的第一局，请准备。请准备，三、二、一。快快快快快快快
当局者迷。第一名。